家都在争那一块金牌。他虽然说实力是有，但是他那几年的压力也非常大，现在能扛下来，我就感觉已经是非常棒了，非常不错。我们下面都是应该紧张，不要说他在上面比了，肯定更紧张。还是非常激动吧，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，然后再作为一个中国的体育人，还有一个体操人，就觉得这一块金牌也非常不容易。